两年前，我从贺老师手中接收了32株的小树苗，感觉就像一夕之间多了32个弟妹一般，是我必须用心对待的对象。和你们相处的时间，甚至都要比家人还长。而你们的一举一动，就像天气一样，很像三林市国土的气象。有时乖巧懂事，像个天使，天气就一片晴朗开阔；有时捣蛋生事，像个平淡，天空就布满乌云，甚至雷雨狂风。但无论过程中是微笑，是无奈，是开心，是流泪，老师都牢牢地将你们记在心中。孩子们，要毕业了，时间这个永不停止的巨轮又要将我们推向下个阶段去。老师虽然舍不得，但也该让你们离去。往后的日子还有非常多的挑战，但我相信我已给了你们正确的心态和开朗的性格去面对，去应战。要记得，你们是老师种的第一批树苗，让老师在这里为你们祝福。你们将克服未来的所有难关，健康快乐朝自己的目标前进。记得相信自己，努力随时都来得及，加油。谢谢你们这些日子对我们的教导，谢谢你们的耐心和包容。我们知道，有时候我们不专心、不认真，让你们骂我，但是你们确实原谅我们。我骂你，给我满意，谢谢大家。我要毕业了，我们只想对你们说，谢谢。然后，真重。小心身体，你没快乐吗？结婚那天，记得要吃红萝卜鸡脚，吃红蛋，还有不可以忘记我们哦。三、二、一，没按到，哈哈哈哈。